接下来我们要来玩弱化版的光巴比伦，就是用我们安努当队长。没错，他跟光比啊巴比伦的队长经验差不多，只不过他是弱化版，这个天降的光柱比较少，没有6000人啦，3400的多人该到我了吧？零打几眼球选哪个比较好？我会选眼球，眼球首选。蜜儿还是零蜜儿？对，如果说这两个选的话，我会选蜜儿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天降是蛮严格的，我来试试看。小五 combo， 你看那个光珠，有没有？这是天降的很少，打不死。倍率好像也有点低，对不对？是吗？眼球已经有一张了，建议再一张吗？我觉得眼球是可以练复制人啊，但是也要看你能不能够赌到那个眼球复制人的几率。因为如果说你都有的话，就是1/9的几率中眼球，其实蛮不容易中的。对，还是要考虑到你有没有办法去选到它。21万订阅开看我了吧 ？OK， 看叶罗蜂蜜柠檬跟乌龙茶。我会好难选，我不太喜欢喝乌龙茶，就蜂蜜柠檬好了。蜂蜜柠檬还是比较爱一点的。对，这一题不用认真回答了，这一题不用认真回答。OK， 如果说我选眼球，就一定是直接给眼球吗？没有，它会，规则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看一下，我有比较详细的叙述。基本上就是看你每个人的几率不一样，就看你的背包里面有几张火魔族。如果说你都没有火魔族的话，就是1/9的几率。那如果说你本身有一些火魔族的话，就看你剩下的魔族是有几个的。那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抽过的话，那几率就会重置，就会变成1/9。对，今天最多一句话是3000多人开心了吧？对啊，感谢最后天使的150块，谢谢你，直接把大家的那个讲的话重点整理。今年规则我不知道有没有改，但应该是差不多。2300万人。OK， 其实我有点疑惑哎，现在还是2300万人吗？台湾还是2300万人吗？还是其实随着时代的推进，大家生更多了呢？现在台湾的人口到底是多少啊？眼球还是双子眼球？如果你没有给我任何的前提条件的话，我都会建议大家先选眼球。但眼球也要考虑能不能够选得到，就是还是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啦。有铜丸还需要巴龙吗？当然需要啊，铜丸跟巴龙实在是差太多了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。你有玩过就会知道了。会，好。来开这个安努老师 ，OK。希望可以打破他的防御力，打不过，打不过吗？OK fine， 我只能慢慢磨了。这边有机会打过、啊，但是很难。开个龙科好了，还在期待着他会不会有能够打过去的一天，但始终等不到。好，3400多人该选我了，我新手要选眼球，要怎么配队长跟队员哦？新手最好配的眼球队长是谁啊？眼球队长好像都比较偏老手，对不对？这样让我有点疑惑。新手最适合配的眼球队长好像没有哎，因为现在没有合作卡池可以抽啊，让我有点疑惑。大家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吗？嘿，斜转有完美。我实在不知道现在可以搭什么、欸。我
说真的最平民的是谁啊？好，范天现在还值得选吗？范天现在不值得选啊，范天没有什么人在玩啊。幽助我知道啊，可是幽助新手抽不到啊。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幽助啊，有幽助的当然是选眼球是最好的啊。3000多人该选我了吧？木屋跟蜜儿选哪个？如果你没有玩新兽队就选木屋，有玩新兽队就选蜜儿，其实蛮简单的选择。被问了三个小时，问了三个小时，露娜跟妲己啊，我会选，没有双子就选妲己，有双子的话，我会推荐你选露娜。可以选我吗？拜托拜托，露娜跟水狂要选哪个呢？露娜，水狂没有说很好用啊，当队长队员都还好。雪女强吗？雪女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但没有说到的很强啊，是一个水队蛮好用的队员。8700多人该选我了吧？好，行。林跟妲己哪个好？已经有神猫两小奖，那你就选妲己吧。神猫只要有两个奖就可以玩的了，只要两个奖就可以玩兽队，新的兽队。但妲己的话，没有妲己就是没妲己，这妲己好难练哦。如果你抽到妲己的话，那还是要灌大鸟给他，蛮麻烦的。巴龙跟暗夕哦，我推荐你是巴龙吧。暗夕没有说真的很必要，可是你有玩龙队，你一定要巴龙啊。所以说你要解什么成就啊，都是会需要龙队成就，都一定是首选巴龙，就是毋庸置疑。所以这两个的话，我还是推荐是选巴龙。这次 OMAX 活动可以选图灵吗？不行，这一次合作卡都不能选，所以像幽助那些全部都不能选。那更无论是图灵，6900人该到了吧？露娜没练，可不可以把露娜卖了再选？不行，只要你图鉴里面有那张卡，就是不能选。啊，这应该都可以选啊，就是赌几率嘛。好，没有新珠？问号，有新珠了。好，开起来。哇，这个版面蛮好的。行。接下来到第六关了，第六关这里还有那个，哎呀，没办法解拼图盾，我这边开龙科就可以过了。嘿，好，只在开龙科之前呢，我先洗一下技能。等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地狱体给杀掉再说。好，龙哥直接吊打他一波，过了。21万地狱龙，阿红龙啥时才要选我？八龙跟零到底要选哪一张？如果说你有新兽队的话。零是不一定要选吗 ？OK， 这样吗？我看一下，第二阶段是什么？好，我觉得可以。所以我会建议你选另外一个。2018该选我了吧？好，选你阿兔。OK， 然后没有问题。好，过了吧？这个鬼东西终于要过了，过，我没板面，
咻，降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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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通关呀！解双成就，哎，解双成就，全光神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就回答到十二点吧，好不好？回答大家问题到十二点，还有九分钟，但是九分钟之内大家可以问的话就赶快问。然后我这个成就也解完了，命儿好用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估计之后官方会推做球的那个关卡给他。